9月18日，2013中国百名童星梦想之旅新加坡国际儿童艺术表演交流活动在京举行。据了解，本次活动的100名怀有明星梦的孩子是经过筛选比赛后选拔出来，并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专业培训，因此每个孩子都能歌善舞，有着丰富的舞台演出经历。在产生的优秀选手将有机会加盟香港国际星娱乐集团，从而得到更多培养和锻炼机会，有望成为国际少儿星星，实现璀璨的国际星星之梦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